我觉得今天自己在场上也是，我其实我特别提你们两个人，就是你们一直交替上升嘛，一直跟他都没有拉开，然后两个人也是精力都非常集中。然后我觉得其实在今天自己在关键的时候，哪个是以往跟他其实比较接近的？其实相比两年前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这次会更激动一点嘛，因为其实在今年这一年，包括昨天其实采访会也说到对奥运会在这一年的总结吧。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，在今年其实经历过一些我那事情，我觉得无论如何，自己能够一步一步的这样走过来，其实是不容易的嘛，就是。比如这个冠军，眼泪都是没流下来，可能就是有点在，有一点快乐，就是有点那种感觉。最终的结果是圆满的吧，但是这一路的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珍贵，收获到了很多。因为这次的猫来最强，其实对我们男子的实力是一个热门，然后对我们后面的。吴飞的备战其实也是更加增加力与目标吧。一起颁奖这种画面，可能是非常非常少的，就是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珍贵的。